First blood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不吃就不吃，无聊不行。 打那么凶干嘛？ 打那么凶能当饭吃吗？来了你，晚上好。 我操，他爆炸了！这个小兵又快点死，血量没太多。小黑在偷看，你把他抓走了。肥企鹅，肥企鹅今天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？肥企鹅。 状态真差，来进攻吧。 W 好了，这个。明包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攻心吧。来，这不磨蹭吗？怎么进来就指责？ 甚至被A打。来，我要赢得他们的憎恨，这一次永远都不忘记。
那么恶心，连踢狗，这没办法，这凯恩爽吃一波，这可以吃一吃。我操，锁定伤害，直接就没进去，，nice， 这个线很舒服。 还好吧，有一个助攻就够了。把头发剪短，显得更精神。你这么一说，那我就更不要剪了。哼哼，主播主打的就是不精神，主播主打的就是跟社会脱节。越要我干嘛，我越不干嘛。 死掉了，死掉了！叛逆小青年们不，这不叫叛逆，这叫觉醒，主播的血脉觉醒。想让我，对吧？想让我剪个短发，我就不。 不剪不剪就不剪，这不是阿伟吗？我操！这样子搞针对的，先都不给吃，哦，有点恶心。要想听到我锋刃的真实声音，首先要懂得。 痛恨重生，猴子应该还在上呢。哎呀哎呀，他怎么突然捅我那么痛呀？哎呦！ 他突然顶着我好痛，原来是刺死剑气，好啦！哎呀，常被动，他怎么突然顶我一下这么痛啊？哎呀，是什么啊？原来是刺死剑气啊！亚托克斯攻击造成额外的 7% 的最大生命值的附带伤害，下次注意点啦。真是，那傻傻。 你最好再说平A，那不说平A说什么？那本来这一下就顶进去啊，A E A， 直接顶没了。他这一波是他翻盘的唯一机会，可惜他没把握住。像这种就很好骗。 猴子干嘛在中路吃鱼呢？你还敢回头？你在找死！呀，鱼人不见了你！我闻到一丝丝危险，该走了。哎，他没来，好像二路去。
这还打我一下，应该是来得及，他出来应该没这么快。好难受啊，剑姬，这都城全掉光了。琳琅靴两把剑，完美的出装，这个就没了，太难受。我操，巨灵魂扫扫两个单位，猴子这个是算英雄单位的。呜哇！哇一棒子敲死。这不会带了爆破吧？我操，带爆破的，好自信的剑姬呀！你就这么认为能把我直接打爆了是不是？一个拔毛。那明显要 Q 闪的，这都不知道吗？哎，你第一天玩上单不行，还敢带爆破？我让你带爆破，还带爆破？你剑魔被搬了就变僵尸，那你秒了呗，对不对？剑魔被搬就没必要开游戏了，开游戏容易搞自己心态。跑了，跑这么快，从哪里跑了？是时候出发。真的。前面跑来的伤，没有 W 了吧，让你把 W 拿来跑，让你把 W 拿来跑。这你不太行，这打的什么分段、这大师定位没标出来。大师你们懂吧，大师。哦，这都行啊，这都捆得到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大师不是那个大师，哎呀，大师局投了，哎，就是这么枯燥无味。来，下兄弟们，大点不关注。